健康，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官。这个讲到健康，春天一到，哎，好像这个中国人就要吃春卷。不过像我手上这样的春卷皮、润饼皮哦，哎，一个不小心哦，你没有挑选好，搞不好就踩地雷了。而且呢，春卷听说呢，清明节要吃这个春天呢各式各样的卷。那这一个中国人吃的春卷里头呢，常常有一大堆食材跟素材。那你会发现哦，这个全世界都有吃卷卷的这样的饮食文化，比方说日本人吃的寿司卷也是卷一卷，墨西哥人呢卷来卷去也卷出了一个墨西哥卷，那土耳其人也可以跟着卷，那法国人吃法式可丽饼还是可以卷。今天的健康好生活就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健康好卷卷。好，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好朋友，首先是中医好朋友周伟伦医生，各位大家好。好，再来是生活好朋友洪淑清，大家好。好，再来是美食好朋友天蓝姐姐，大家好。好，再来是日本料理好朋友小郭师傅，大家好。好，再来是养生料理好朋友秋香姐姐，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厨师达人这一个型男主厨小刚师傅，大家好。好，问一下淑清，春卷为什么要叫春卷？只有春天才能卷吗？说的也是，最早的时候它还真的是来自于春天。从杜甫的诗里面就有提到，叫做春日春盘细生菜，就是讲他们那个年代啊，在立春这一天啊，要吃一个东西，他们叫做食卢浮。卢浮是什么？卢浮就是萝卜的古代的名字，所以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到立春这一天，大家为了求咬春一个来好气色干嘛呢，他就会用那个生的萝卜，大家咬它辛辣的味道，然后呢同时有一整排切成细细的生菜，这些东西也就是最早的春卷的由来，在立春这一天吃。可是后来想说，明明就春卷，后来为什么会跟清明节搞在一起，或跟清明这个早，这有很多很多种传说。一个比较有故事性的，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古代很有名的忠臣叫介之推。介之推呢，他当时在春秋战国时代啊，最早是什么，是当时晋献公可能没有名气，晋献公他老婆很有名气叫骊姬。骊姬那个时候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啊当上这个王，所以他就暗杀掉那个谁，他们本来的那个太子叫好，太子被暗杀了之后呢，太子的弟弟赶快逃出来，大家都知道，因为下一个就会是你。这个弟弟叫重耳，重就是很重的那个重的三重的重。重耳逃出去之后呢，就跟着他一群臣子去逃。你也知道，逃难的时候常常有一餐没一餐的。有一次他真的饿昏了，饿昏的时候，这个忠臣介之推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割下自己的腿肉，然后就是给他吃，喂饱了他。对，这个时候，所以19年后，当这个重耳真正回到了晋国去登基之后呢，他大封诸臣。可大封诸臣可能时间隔太久，他封了，大家都封了，偏偏没有封到这个当时割腿肉给他吃的介之推，所以一定会有人跟他说：“王啊，你这样子太好像太薄情寡义，他当时这样对你，怎么没封到他呢？”于是他想想，好像也是，就派人传令传个话给这个介之推，他当时已经到山里面去，跟着妈妈一起过隐士的生活，跟他说：“哎呀，这样子哈，我当时可能因为太忙了，一时间没有注意到你，你赶快下山来，我就封个官给你，省得别人说我薄情寡恩呐。”谁知道介之推这个人哈，他好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不识嗟来时，他就把给我一走，没有他，其实他就不求官的人，他本来就是跟他妈妈在山里面，所以当这个命令说要让他下山来做官的时候啊，你也知道下面的人每次领了命令就乱搞，他们就说怎么办，他都不下来啊，叫他下来他不下来，不下来他说简单，我们放火烧山，你知道吗？那些蠢蛋说我们这样烧那个山啊，他到时候就一定要来嘛，一定会出来，哪有人傻到不下来，对不对？于是他们就放火烧山，烧了三天三夜啊，就他就是没下来，后来才发现他们去寻的时候，发现他跟他妈妈就是抱着树，两个人就是失手就在那边，就是我就死掉了。这个时候，这个重耳就觉得真的很对不起他这样一个忠臣，当时割肉给他吃，后来还不求名位，就下令这一天就是他们这一天就是不准再用烟火，就是你不能煮熟的东西不要烟火，因为纪念他被烧死嘛。然后不准烟火，所以就变成寒食节。你知道，寒食节以往是在清明的前一天，那近几年他就跟清明融在一起。那因为寒食节到这一天我们不生火嘛，所以就是简单的菜卷一卷来吃。后来就是清明吃润饼，有一说就是这样由来的哦。传说故事是这样来 的。问一下天蓝姐姐，全世界都吃卷呢，而且各个地方吃的润饼卷好像也卷不一样的东西。是啊，而且它那个饼啊，它的那个卷这个卷这个菜的这个饼啊，这个皮啊，有的脆，有的薄。哎，对，你看像那个我们日本的寿司那个。郭师傅就知道，我们通常都是用这个紫菜。其实以前最早的时候，日本人他们做的是那个香寿司、鸭寿司，是用木盒子去做的。哦，用木盒子来压来卷。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他们那个墨西哥人很好玩啊，墨西哥的东西都很健康啊，很多鳄梨啊，那个洛梨酱那些东西，对，然后他们喜欢吃番茄，哦，然后喜欢吃大量的 cheese。那你看这个土耳其人，他们吃的那个 wrap 饼跟那个墨西哥的那个饼很像，可是墨西哥饼里面还有用玉米，对，墨西哥人很爱吃玉米，所以他的那个玉米卷的那个饼皮是脆的。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饼皮是面粉做的，跟玉米做的又不一样。那我们吃那种粤式春卷，跟我们台式这种润饼皮的材料又不一样。又不一样，我们台式的润饼皮是用那一种面粉，那越南式的是用米皮，它是完全用米去做的，所以非常好玩。所以那种都是喷喷水之后呢，它就会这一个吸收那个水分，然后就会变软，变可以吃。你要用喷水也可以，你要用湿巾去擦也可以。我以前看越南朋友是。烧一锅水，他把那个皮就这样绕一圈，马上就可以做了。所以各地的吃卷的这个文化不一样。不过周太医也要提醒大家哦，吃润饼要小心热量。对它的摄取和内容物还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大部分来说，一个润饼皮我们不可能一张包不起来，所以一定要两张。那两张的话，大概等于四分之一碗饭。啊，两张这么薄的皮是四分之一碗饭？那你说两张四分之一碗饭，好像有点夸张。哎，我以前都以为这种皮没有油煎，没有干嘛，没什么热量。是它也是一种面粉啊，就是加热水的面粉去做出来的。那再加上里面我们会放下一些菜脯啦，或是肉啦，菜上也还好，但是因为有些地方它喜欢加炒面，炒面的话加。就等于又再加四分之一碗饭的热量，就像一个炒冬粉，或有些人他是用红糟肉，或是像油煎的肉、五花肉，他用油煎的很香很脆，甚至有些叫香肠，像我们家叫乌鱼子和香肠，就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啊，就变成那一个东西，那我一个吃不饱，平均我要吃两到三个。你会不会后来连猪脚都整猪脚加进去？对，这里剩菜不够进去，这样包这么大一个春卷还加猪脚，是就一些肉就是很像在吃流水席这样子。OK， 那这样子差不多我一个人大概吃两到三个会饱，那两个的话平均在两个袋子大概是650卡左右，就等于差不多大概是四分之三个排骨饭的热量。所以大部分在减肥的病人说，我们吃润饼怎么好像都没有瘦下来，就是因为它的热量还包括花生粉、砂糖的热量。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可以做得很健康，比方待会厨师会介绍这些，只是说它其实原来是它就像一个 finger food， 就像是刚才天蓝老师说的一样，它就很方便吃，很方便吃就是很容易消化，所以变成这个东西是一个你一定要找一个健康安全的。那再来就是它的皮的部分，是因为皮很多地方是加一些化学添加物，一定要选一个比较健康的食材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我们秋香姐姐就要先分享一个健康好生活的健康版台式润饼卷哦。好，那姐姐听说你今天挑的这个润饼皮都有学问哦。是，我刚听周太医讲才知道，好夸张啊！这个薄薄两张皮，我以前都觉得没热量的，怎么会两张皮就半碗饭？是，而且。以前传统上我以为润饼没有炸的，它比较没有热量。是，那我今天挑这个哈还是比较薄的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厚的。那所以呢，它当然越厚的热量会越高了啊。那这个润饼皮呢，其实如果做的好吃的润饼皮是比较有弹性的，那有的润饼皮就是可能加了添加其他的粉，就会比较容易破掉。好，那秋香姐姐就要分享哦，你自己家里头哦常会吃的这个健康版的这个春卷的做法。好，我们现在常常在外面买的都一定会有这个高丽菜跟胡萝卜嘛，哈，对，是，那他们都会弄到非常的软，对不对哈？爱改细薄嫩皮。那我们在就是我觉得啦，就是说既然大家牙口不是那么的糟，你也不需要把它弄到那么。好，所以姐姐起了一个这个汤锅，你放一点点油，这个是洋葱丝，这是洋葱丝。那因为我们呢，外面的那个润饼皮，讲真的，就是它的一个热量非常的可怕。那所以我自己呢，我就是会用洋葱来把它的甜味带出来。高丽菜也有甜，也有甜味，是啊。那我今天我没有用那个豆芽菜，是因为如果你碰到菜市场休息，豆芽菜前一天买回来，今天就黄掉了。OK， 所以我就用的是这个烤培顺。哦，小白小白鼠，你把它切丝啊？是是是。哎，润饼好像都要包丝状。对。所以他刚刚讲豆芽菜为什么有些人会包，也是丝状。那高丽菜也切成丝状，那洋葱也是丝状，那胡萝卜跟这个小白鼠也切成丝状。是。那像这些菜啊，你就是给它一次弄多一点没关系，反正你爱吃，自己就拿一个润饼皮，就看你要包，你想吃多少就卷多少哈。好，那我们这个就整个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放一点水，
就让它去焖就好了，这样。所以我们放一点水，要焖的是这一些食材，要把它盖起来。我还没有放水，对，好，一点点水，麻烦你。是，来多少水？大概要一碗的水哈，因为等哦，因为我们今天的锅子的量是锅子比较多的，那我们让它塌下去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再把那个水呢就是沥掉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先盖一下锅盖。是，那现在我们来做那个肉哈，那润饼的那个很多红糟肉都用炸的，对，而且是那个三盏就比较油哈。那我今天我用的就是。这一种就是一个中里脊，好，里脊肉比较瘦。我们姐姐今天呢，这个准备了几片里脊肉块，那准备红糟酱，是，那你准备要用煎的，我把它哈，就是大蒜，然后红糟哈加进来，稍微腌一下。是，那你有红糟就不用加米酒了哈，因为其实那红糟就是里面就已经有酒的成分了，对不对？它跟米制品的发酵是是红橘的发酵，是对。那您管麻烦你帮我。放一点点盐巴哦，要腌它的时候哦，因为没有咸味哦，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的盐巴，是，好，然后稍微把它抓匀哦，这样这一块肉才有滋味。好，那我们把它这样子抓一抓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点点这个就是地瓜粉。哦，你待会要煎这一个肉，我要让它就是用煎的就好了。所以我们热了一下不粘锅，然后稍微均匀上一点点的油。好，那就把它铺上来就煎了哦。好，那我们今天秋香姐姐这个肉稍微把它煎熟一下。是，我就把它翻面。这就是健康版的红糟肉。是，那我一边在煎肉，一边在煮这个高丽菜。这个高丽菜丝。那我现在连那个酱我都来自己。好，我们姐姐连海山酱都自己做，而且都吃健康版的酱。那我现在呢，我要那个海山酱呢，我们既然是自己炒，我就给它一点点的香气，一点点的香气，一点点的油，因为我要爆大蒜。好，爆大蒜。所以我们刚刚剩下的蒜末还要继续爆。是，其实它只要一点点就够了。那海山酱还需要哪些材料呢？海山酱呢，我自己就是准备了，这个就是番茄酱，好，再来。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辣椒酱，好。那我加味噌，你看哦，姐姐加的是一小匙的日式的味噌，是我加味噌哈。那味噌呢？这个是有点红色的红味噌嘛，对不对？对对对，是。那我把味噌呢，就是加进去的时候啊，它就会有一个那个豆香味，豆香跟咸味，是好。好，我帮你照顾你的红烧肉。好，那我就把这些酱呢，通通加进来哈。好，姐姐，你的海山酱哦，还会调一点点水，把它所有的素材融合，对不对？对，是。然后呢，我们要因为海山酱一定会有甜味，对对不对哈？所以我会加一点点的糖。好。加一点糖，海山酱是为了包润饼的酱，对不对？对，是。最后再加一点点的糖。是。好，我们这肉排好像差不多好了。差不多哈。好，就把它洗。我用余温来让它最后熟成，因为我们这肉排没有很厚。我觉得这个肉排看起来就相当好吃。我们今天是营养100分、健康100分的润饼，现做的这个海山酱，带一点点的那个辣味，新鲜的那个辣味，感觉更使这个春卷更提味。用这种的方式，你会发现第一个脂肪酸是很协调的，吃得到新鲜，也吃得到营养。我觉得这个肉排看起来就相当好吃。对啊，怎么这么简单呢？对啊，比那个外面每次春润饼里面包的那个红椒肉都是已经炸的干干瘪瘪，干的不好吃。对，是，还很没味多了。好，那我现在呢，我就直接哈，我们也不要说什么一大堆的粉，就是刚刚剩的这一些，就是地瓜粉，我把它调一点下来呢，让这个酱稍微浓稠一点，让这个勾芡一下哈，好，或者是家里如果说你用那个糯米粉，它就不会再还水，就直接就是勾勾了哈，好。那这样子，这个酱就完成了。好，那我们酱调好之后呢，姐姐就要示范来包一个润饼卷。是，OK。那这个菜也是会出水。姐姐，你这种蒸煮菜的方式哦，真的是看起来很漂亮哎。那我现在我只要给它一点点的盐巴调味。好，那这边你不要给它吃到有咸味出来，因为呢，我给它一点点的盐巴调味是要把青菜的甜调出来。是。那这个青菜会出一点水，所以你待会还会把这个菜的水再压干一点，对对对，是的。好。好，这个就可以熄火了。好，那我们不需要跟那个外面卖的一样。
弄到稀巴烂，其实稀巴烂并不好吃，好不好？而且菜有的时候煮到太烂也不健康了。是，好，那这个就已经可以。那我们现在呢，我要先把这个肉起出来哈。那肉要切吧，稀嘛，对吧？对，我们先把它就是切一切。我们的红烧肉也完成了，哎，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很棒的便当菜跟便当肉。对，对不对？这个比一般排骨便当排骨肉块哦，对啊，所以就是健康多。帮小孩把菜带一边，肉弄好，然后皮让他另外带着回去，他可以到那个教室自己包，这样就完全不会湿掉啦。真的，红曲会让肉很嫩。为什么红曲它曲它会让那个肉蛋白，它会有影响蛋白质，是不是？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台湾人吃红糟肉，是这一个逻辑，就是它会影响到蛋白质。对对对，只是后来台湾用的红糟肉蛮夸张，对，直接染色下去炸，对，所以就是有点夸张。所以我们在外头吃到的很多红糟肉，它都是裹了地瓜粉，然后下去炸，然后炸成像排骨这样子，因为它要快速，它要快速。要不然其实它炸的时候是低温油炸的，对，很快就起来了。好，我们的红烧肉把它切丝哦，大概准备这个刚刚的其中一部分。但是要包以前呢，我先把这个海苔是。哦，你不做海苔粉，那你就自己买新鲜的现成的 OK 的海苔。而且这个还是刚从日本带回来的。好，您关那个麻烦你来帮我剪丝就好了。剪成小小的细丝，对对对对，细丝就好了。那为什么不要事先剪起来？因为这个海苔如果说你先剪起来接触空气，它就很难吃。对，好，那这个就麻烦你好，那我现在开始来包了一般呢，我们一张绝对是包不起来的，对，所以要两张。那两张的时候呢，是有人这样子包，也有人这样子包，好，也有人这样子包。那其实应该这样子包，它比较不容易破，那你这样子包，它就会比较长，但是呢，吃小巧的就好了。上下包会比较好包，对，这样子包那我们第一个要放什么呢？大部分因为它会潮湿掉，所以我们第一个一定放粉类的东西。所以外面一定会放什么东西？它外面是花生粉，你要放这一个芝麻粉。那这个是海山酱，先把这个海山酱加进来，然后加进来是不是皮就怕会湿掉了，对不对？就赶快把这个粉呢加进来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芝麻粉，那你可以用白芝麻、黑芝麻都可以好。就把它加过来。这个是纯芝麻粉，没有额外调味，是没有所以你就是代替花生粉的。对，是是是好。那这个时候来，我们放一点点刚刚这个综合的蔬菜青菜，加上来。这样就营养健康了吗？因为这个菜也是刚刚现成蒸煮的。是，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给它放一个，看你要一根还是两根芦笋都可以了好，就是把它配色就好了，然后加一些肉这样子红糟肉再下去，那你今天还额外片了一下虾仁，那准备了这个蛋皮，你看好健康这就是加温版的了真的。这外面应该卖180，真的是。我们今天是营养100分、健康100分的润饼。那这个自己炒的这个这秋香姐姐自己炒的萝卜，是刚刚我们的工作同仁说。这个萝卜干好好吃我们家的萝卜干都比较咸，我说要泡水好，那这个海苔丝加一点，对，加一点这样子太多好，可以好，那就把它卷成一卷就完成了。是，这个很适合家里头有小朋友一起玩一起卷，对啊，对不对？先把它，其实我觉得一块饼皮卷也可以，就卷小卷一点，会破掉，容易破，容易破，是两层让它核心中间的地方会比较厚，尤其是。你当天的比较不会破，可是你如果放到第二天，它就很容易会破掉。好，因为它就完成了，比较干黑，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完成来试吃哇，我们秋香姐姐这个健康版的润饼卷好好吃那其实也很简单啦，而且用黑芝麻的滋味也很香是。因为我觉得一般呢，我们吃润饼，大家都觉得这算是夜市小吃里面最健康的小吃了。可是它有问题就是。夜市小吃通常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通常会放蛋酥，蛋酥的热量高，第二个它通常会放大量的糖粉加花生粉，对，这两个除了热量高之外呢，因为花生粉里面还有黄曲毒素的可能性，因为它有时候一包放很久，所以它可能有黄曲毒素的污染。那加上它甚至有些的蔬菜，你看起来像我们邱老师完全的蒸煮，对不对？对，有些其实是有半油炒，你会发现它那个油，它蔬菜上面还会飘一层油，是，所以它等于说它的蔬菜里面也是油，所以如果一不小心踏到这些陷阱，你就会发现
那个本来以为是很健康的润饼，其实它热量就为什么有人说什么高达一卷六七百？我想说怎么可能一卷有一个便当那么多？后来才发现因为这些东西加起来就那么多了。嗯，可是如果换给我们秋香姐姐，就是你看。它没有糖粉，可它芝麻粉一样会有那个香味，它跟花生粉是完全不一样的香味，你还是可以享受那个味道。第二个是它虽然没有说那种蛋酥那个油炸，可是因为它的红糟其实蛮当场用的这个东西，它本身肉香反而比那个炸得很老，咬了只有咬感觉得啊呜来六几对吧？它的红烧肉很好吃，就很好吃，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自己组合起来啊，然后再加虾仁啊，整个组合起来感觉就是更健康，而且好吃程度其实不比外面那个很油的差，真的，而且很清爽嘛。对，而且每次清明节的时候，每次婆婆妈妈要买到花生粉，第一是黄曲毒素里面霉菌的问题，所以我不妨建议大家用芝麻粉，不仅它的营养很丰富，或是用坚果粉，因为它们两个是只要是它变成粉。就很容易出油，所以新不新鲜你都看得到的，而不像花生粉是如果里面有霉菌或曲菌你看不到的。天南姐姐这个好吃哦。我觉得秋香的这个健康润饼卷呢、啊、我想对它三个赞美。第一个赞美是它里面的这个蔬菜啊，高丽菜丝、红萝卜丝烫的那个时间真是拿捏的恰到好处。对对对，你在咬的时候还是听得到那个咀嚼的时候那个脆的声音，脆脆的口感。然后第二个，除了这个新鲜的蔬菜之外，秋香现炒的那个萝卜干也很精彩。因为你吃那个现炒的萝卜干，就像他刚刚讲的，他处理的那个咸度，因为这里面有沾酱，海山酱也是有咸味的。对，所以秋香处理的这个萝卜干，它的调味上面会让你觉得这个腌过的这个萝卜干的味道是可以把那个蔬菜的味道带起来的。它活化了那个丰富的感觉。还有第三，秋香做的这个海山酱、我们平常都是买现成的海山酱，去外面吃的那个海山酱还是不知道它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刚刚你看它放了海山酱，它一点色素都没有，完全都是自然酱做出来的，而且现做的这个海山酱带一点点的那个辣味，对，新鲜的那个辣味感觉更使这个春卷更提味，所以这个板值得学啊。那接下来小郭师傅要分享，日本人也很爱吃卷，是日本人吃寿司卷。对对对，日本人吃寿司卷，大家以为都是用醋饭来做，对，其实不尽然哦。一般来讲的话，有时候是我们在料理店上是用寿司用醋饭没错，但是对他们，如果说他们到比如说他们到野外，比如说我要看樱花，在树下简单的便当的时候，他会使用家里刚好有的菜来做，然后很自由的卷。好，然后另外我们在买海苔的时候啊，选择透光度好的。不好意思哦，我买的时候都一包一包，哪里在透光？很简单哈、哦，你只要拿上来，它是符合绿色的状态。哦，那因为有时候会买到黑色的，对对对对对，黑色的海苔它是用紫菜。再加上其他的海苔直接制作的，那好的海苔它是直接的脆度，它是均匀性非常好，所以它应该偏绿色。对，我现在这一个镜头跟灯光颜色下去就是绿色，比较接近绿藻的颜色。外头有一些是很黑的，很黑很。好，然后香味现在是出不来的，这是正常的，但是要让它又出来的时候要烤，微温的状态下。那一般的话，我们在烤的话是在炭火上烤，它比较快。那我们在家的话没关系，我们用这样平底锅，微温的火。那有点干烤它的概念嘛，对不对？那我们只要这样稍微翻两三次哈，香味出来就可以了。它这个烤的手法像不像上次哦？这个姜玉花姜妈妈的烤，就韩国人跟日本人都这样烤。对对。而且那个烤过的海苔更香，更香，更脆。其实很妙的是，它的香味会在我们卷的时候味道会进去。所以这道手续一定很重要，一定要做。那另外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有我们豆皮，我们的一般蛋自己做的那个美乃滋，那明太子，然后青海苔，这是干瓢哈。干瓢这个东西比较有趣。什么叫干瓢？不挖摘了，不挖。这个是不挖做的，对对对，这个我们常日本料理里头会吃到这个小菜，对对对，这个叫干瓢，不挖瓜，不挖瓜。那这不挖瓜它就是先拉丝长之后，需要长时间清酒、酱油、味淋，还有我加了少许的梅子汁下去卤煮。那卤煮时间需要3个小时，因为它不容易熟透，因为它是干的嘛，那煮这个是蛮技术的啊，一般的话是可能没办法，但是我们在超市可以直接买得到。它就是那个紫菜卷的灵魂，就是那个不挖瓜。另外，酱油腌制过2天的那个尾鱼，那这尾鱼我等一下剁成泥，搭上那个蛋黄酱之后呢，也是包在里面的，所以入口即化很棒。另外就是前一天晚上炸过的甜虾，为什么要前天晚上呢？它会收缩多余的水分在上面的面糊上面，而这个面糊呢，就是等一下要吸附蟹膏的关键。那我们现在先等一下，还有蟹膏。对对对对对，好。那首先这甜虾下去哈。好。我们现在准备我们的手醋。好。什么叫手醋呢？手醋就是我们在卷寿司的时候，我们会沾染我们米饭之前，对，清过我们的手。通常我会准备
洗干净的竹叶放在水里。好，这个是水。对，竹叶哈，它有一点微微淡淡的香气。嗯，对。然后呢，一少许的白醋。嗯，好，这叫竹叶级的白醋。那为什么我们在清洗的过程，竹叶我们在沾染我们的手的时候呢？然后手上面有竹叶香气，还有醋香，所以我在包的时候不容易粘手。哦。好，现在利用这个时间哈，干烘它。干烘它。那这时候它已经香味出来的时候，这时候这蟹膏要不要试试看？好。哦。来。没有，你剪开了，可以拿一个小汤匙来试试看。哇塞，这个哈，这哪来的蟹膏？这是混合三种螃蟹的蟹膏哈，大甲蟹，然后青蟹，然后还有雪场蟹的后尾的蟹膏，慢慢提炼，慢慢炼。好，那这个这做法刚好大家可以，那利用回温的，对不对？超好吃。温度出来了没有？然后火关掉。加上我们的蟹膏，你看天乐老师刚才这个寿司只吃两口，对，吞吐只吃这样子，我整卷吃掉了。没有，你刚刚都吃蔬菜嘛，对不对？不好意思，现在是蛋白质嘛，你看蟹膏都蛋白质吧，对不对？所以看蟹膏胆固醇很高嘛，蟹膏不过度加热，为什么？加热的话，它反而它的那个香气会走掉。那利用这样挂在上面的时候，没有虾子的微温，来拌到我们的碗里。哦，所以你用蟹膏来拌这一个，对，拌这虾子，这是我们等一下包在里面的。对，没有，这个是这样子哈。小郭连美乃滋都超好吃。哦，对，我们自己做的就是。对，它的美乃滋一向超好吃。其实油很少，蛋黄要多。对，哈，就关键。所以它的天然的黄色是蛋黄，因为它是蛋黄跟油打。对对对。那它的那个黄就是蛋黄的颜色。对对对。那我试吃一只虾子。哦，真的感恩。好，试吃一只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哦，赞。蟹膏就不用包这个寿司卷，就直接吃就很好吃，这可以当小菜啦。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那个腌过的尾鱼，尾鱼腌制过大概两天之后，酱油腌过之后，它会产生收缩的水分，收缩的水分。好，那我用刀背。好，哦。一样要打这个鲔鱼泥嘛？对。哎，日本师傅真的很极致哎。对。好，先打完之后，接下来要先加我们的美乃滋，自己做的美乃滋。好，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蛋黄比重比较高的美乃滋。一般的话，大概50cc 的油，用6颗蛋黄，沙拉油就可以了。对对对，没有，我用的是，当然用好一点，像有些用松露油啊什么更好。但是你用什么油？但我是用那个，第一次炸鱼的，但是我是用冷制的那个橄榄油。哦，冷制的橄榄油。冷制的橄榄油。然后炸鱼的。对。好，所以会有鱼的香味。是的。好。好。哇。因为我故意要让它有一点那个。有点颗粒跟口感，对对对对，所以要剁的时候小心，太细也不好吃。好，那这样剁完之后，因为酱油的香味很棒，对不对？对。那今天要准备柚子胡椒，加在里面的话，味道会香。好，这是柚子胡椒。对。柚子胡椒加进去的话，会让一点微辣的感觉。那在国外我们常吃到是类似那种 spicy tuna， 对不对？那它倒是因为它是用加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 tabasco。对。那以日本的话，他们也是有这种所谓的鲔鱼辣卷。但是它是用柚子胡椒，对，而且你这个柚子胡椒是湿的，对对对对，它不是干的胡椒，哎，是柚子跟胡椒粒，对，那你搭配一下这吃吃看，好，微辣的，哦，好吃，就是它是柚子泥加上胡椒，对对对对，相当的好，然后它柚子因为清爽，可是胡椒的口味很重，对，然后它来做搭配卷寿司的时候都会相当的好，好，然后我们的鲔鱼泥好了，这个是准备要做其中一个这个寿司卷的其中的料，料准备好了，来，好，那只有白饭太单调，所以因为现在符合春天的话，就准备明太子。明太子，这个是赏樱吃的嘛？对对对，所以你让它看起来有点像。还有我今天用的不是醋饭，为什么？因为用醋饭的话，咸度高的话，我就没办法拌这么多的料。好，不一样的。所以我如果在家里头要做这样的明太子饭，我买现成的明太子，我自己拌一拌也是明太子饭。对对对，相当好。我觉得那种明太子饭团也很好吃嘛，这就是好的明太子直接拌嘛。没错没错。那首先我跟各位介绍一个叫做正卷，正卷，正卷的意思，海苔有正反两面，对，一面比较光滑，一面比较那个，
里面比较没有那么光滑。对，光滑的那一面呢，在下面。好，粗的那面，因为我们包里面在里面，所以粗的那一面要接触食材。对，所以我们接触手触之后拍一下，好，拍一下，固定的手都沾满湿湿的，这样我抓饭的时候不会粘住手。哦，你看它不会粘住手没有？好，是。然后我们铺饭的时候是要记住一件事，不要压它。对，饭最怕人家压它。嗯，哎，一发压它就不对了。所以横铺。对，横铺。嗯，那一般的我在外面看很多师傅啊，铺了整个满满的，饭太多。嗯，哦，那饭多那吃起来就有点讨厌。嗯，好，那其实我们饭不要铺多，铺薄薄的就好了。好。薄薄一层先铺正中间，然后其他的料再往上堆叠跟铺嘛。对对对。那通常你看啊，我这样在铺这样的食材的时候啊，你注意看哈，我后面前后都会留一点位置。嗯，就是前面这里跟这里都还有一点点空间。对对对。才不会爆浆爆料，对，有的时候太贪心，那个料会爆出来。一般我们可以铺后面一点，但是这边的时候哈，你可以，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是在家自己做了哈。在中间稍微滚一下。哦，为什么？为什么要拿筷子这样滚？因为你要包的时候，它会用两面封起来。哦，我只要旁边留一点点就好。那因为我们手没有，家庭主妇手没有像我们厨师那么巧。那一般的话，我们是手这样贴就做起来。对。好，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拿个筷子，可以筷子很方便哈。然后一个筷子的距离就刚好你是最好做的地方。对。好。那这样做完之后就可以来放我们料。做主持人福利真的挺好的。我刚刚到现在就是一直体会到本节目观众那种愤怒的感觉。这材料太好了。对呀，啊，很高档哦。指尖上出手指食物就像是这种，对不对？只要是做成卷类，每一样东西要凉的才能包进去，以免食物里面热跟冷包在一起会可能腐败或酸败。首先呢，我们可以放一点乌鱼子哈。啊，乌鱼子为什么要垫底呢？因为它在包的时候就不太会那个，不会走样，不会碰破，对不对？碰破。我以前最喜欢我妈他们头那个爆炸出来，因为每次爆炸出来，他们觉得丑就切掉，你又还可以，然后就拿边来吃，那块最多哈。对。那接下来这是我们寿司蛋哈。好。寿司蛋那个要怎么煎的话呢？可以请看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的煎法，都讲到。我们改天小郭师傅来分享一个哦。哎，这个是很有学问的，它不同的配料、不同的这个煎法跟不同的这一个口感，就会呈现不同的层次。要试试看吗？这相当好吃。哦，真的，做主持人福利真的挺好的。我刚刚到现在就是一直体会到本节目观众那种愤怒的感觉，就是他们一直看着我们那边吃的感觉，我们终于了解了。像寿司蛋的话，我会故意用长条一点，也刚刚好这个 size， 好，压进去，好。接下来呢，像我们刚刚有这个。所以一个鲔鱼泥嘛，是，好，我们鲔鱼泥哦，可以再叠上去。对，但是我们不用叠在最上面，会放旁边，它只要一点点就好了。哦，而且它会有粘着性，对，因为你刚刚加一点点的是美乃滋，那美乃滋有一点点粘着性，它可以帮助你刚刚这几个食材到时候卷在一起的时候粘在一起。是的。好，接下来呢，干瓢哈，干瓢的味道在里面是相当不错的。对。那因为我都是切小段小段，所以就是口感上的话，就是比较不会阻碍到我们口感。而且你看这一类的素材也是相对比较干的食材。哎，对对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虾子。好哦。哇，蟹膏虾。哇，满满的蟹膏加上虾子。而且我刚刚帮蟹膏证明一下，就是说事实上呢，现在。最新的医学的这个建议已经不再认为这些海鲜类的胆固醇对于人类的胆固醇过高是有太大影响。那一些高胆固醇的为什么胆固醇高？第一个两个原因，第一个叫做身体代谢机制有问题，它是代谢困难或者生成太快，不是因为吃了蟹膏。那第二，如果是以饮食来讲，最主要是饱和脂肪吃太多，是，所以搞不好是牛油吃太多，搞不好是人造的奶油吃太多，對對對啊，未必是蟹膏，所以不要再污名化蟹膏了。没错，而且通常没有那么多钱吃太多蟹膏，适量就好，其实都适量就 好。那我上面加一点几颗饭粒哈，稍微黏住，为什么？创造它黏住的效果。好。所以分立在这里像浆糊的概念，对，没错，对不对？好，就像我们卷的时候，我们要先收嘛，好，将我们食材内收。对。那一般的话，我们就外面，因为大家都是把饭哈包的整个，对，不要不要包半，包半，为什么？我要让它吃到食材的口感，所以不是完全包住的哈。那往内收，好，往内收的这个部分要用力，压紧一下，要用力，利用两只手的力量含住，但你不可以用力去挤它，是含住外围，不含住里面的饭，这样饭才不会受伤。哦，对，
但是相对哦，它的卷度才会紧实。对对，寿司卷跟人体一样都要紧实。对，好，这时候打开之后啊，轻轻的滚过。哦，那然后那个像浆糊的概念就会黏住那个海苔了。那接下来用两只手的食指跟拇指哈，稍微下压。哦，定型一下。对，定型一下，像你要是要做方的、做方的、做圆的、做圆的都可以，都可以。好，那我们就来试吃哦。哇，我们小郭师傅的寿司卷真的无敌美味。哦，这材料太好了。对呀、啊，很高档哈、哦。对，其实一开始以为说他用那个明太子去拌这个寿司饭，会担心说整个吃起来会不会太咸，结果发现没有，一点都没有太咸。其实它就是它本身淡淡的香味。然后我觉得这个卷其实最困难，我自己每次在卷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还是它的松紧度的拿捏。因为你看饭哦，有些人卷到那个饭都已经粘成一块，变成饭糕了，就已经硬掉了。可是小郭师傅这是它是密实，可是吃下去呢，整个咬下去它就会松开来。所以那个饭的松度是比较 难拿捏，但是非常的刚好。那这个季节哦，这个小刚也要分享另外一个是墨西哥人吃的墨西哥卷。对，那我今天是用两个墨西哥很传统的酱料，但是我又把它健康化。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嘛，好像饼都是淀粉包淀粉。对。那我今天是把淀粉包里面的淀粉减少，因为墨西哥他们传统是加那个豆泥跟这个或是米，他们有什么棕色的米、黑色的米。那我今天把那个豆泥跟米就把它换成蔬菜丝。哦，好。那我们今天准备鸡肉、鸡腿排。对。那小刚腌的红红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红曲啊，不是红曲，墨西哥香料。对，这个是墨西哥香料。好，墨西哥香料，我们就是还加点那个盐巴跟胡椒跟橄榄油。好，我们直接这个皮朝下。好，这个是。很多时候超级市场现成就有干的墨西哥香料，对不对？对，可以买得到。那它的香料里头有那种匈牙利红椒粉，对，所以它颜色是有红色。是，你看全世界都喜欢红色的东西，台湾人吃这个红橘也是，对，对不对？红色更是很激发食欲那种感觉，对，红红的。好，那我们煎鸡腿排的同时呢，这个小刚师傅要另外准备哦相关的材料。先做一个这个酪梨酱。好，这个酪梨是。这是美国的酪梨，美国酪梨，因为这个季节台湾没有产酪梨了，这感觉是进口比较小颗的。你那个省产的酪梨要打酱也不太适合，省产酪梨太硬了。哦，哎，这一颗是软的，对。像这种你要做酱，你要弄比较熟成的，然后你看其实汤匙，哦，其实沿着这个皮就直接可以挖起来的。对，它的软度像很多人在挖那个软的熟的木瓜一样软。哎，差不多。对不对？差不多嘛。对。那酪梨因为是相对有非常好的油脂哦，而且这个油脂也是抗氧化的，所以很多这个西洋料理里头比较健康的，它的酱料哦就会用酪梨哦来替代。是是 是。那它有天然的油脂，好，植物的油脂。对。然后接下来是 yogurt 或是酸奶都可以。这个是浓稠的原味的 yogurt 嘛？对，对不对？这是比较好的 yogurt。哇。希腊 yogurt。现在 yogurt 就是典型的原味的 yogurt。对对对。好。然后这个是就是那个牛番茄，牛番茄哦，水不要。那我们稍微去一下水，对，那留下这个番茄的纤维质。对。那另外有一些番茄，你把它切丁。这是这要做沙沙的。好。对。然后洋葱。洋葱。洋葱这样有点多，我们再少一点，大概这样子。这个可能比较小型的，大概十分之一颗而已。好。对。然后蒜头。所以这个要先打成酱，打成泥。对。酸菜，香菜，香菜对 ，OK， 好，我们可以来打。不过这应该会有一点点的难打，所以我会给它一点点的橄榄油。好，来，我们会用这个粗榨的橄榄油，因为如果稍微给它一点点，全部太都是固体的话，可能打不太动。好，可是相对这个酱都是好的油脂嘛，对，它有酪梨的油，有粗榨的橄榄油，那顶多一点点的是优格哦，这个脂肪是牛奶的这个脂肪。好，小刚，我们的酱汁哦，把它打成这一个颗粒变少就 OK 了。对，很稠的泥状。很稠的泥状了。对。好，这个是酪梨为基底的酱汁，那调味其实只有很简单的一点点的大蒜啊、洋葱啊、牛番茄啊，还有一点点的希腊优格。对，其实我没有放这个盐，因为有其他等一下东西会有咸的，那这个就是给它很棒那种油脂那种 creamy 的感觉，所以我也不会再放 cheese， 不会再放奶油什么的，因为这个其实那个酪梨就是很天然的 butter。对，好。它是植物性的奶油。对。好，那接着下来哦，我们的鸡排哦也传出一阵又一阵的香气。对，所以鸡排我们来翻个面。哇，你看腿排真的有，
每次哦，那个皮那一面下去，那它现在红色上色是因为有墨西哥的香料粉，那个核心的灵魂是匈牙利红椒粉。那个红色上色啊，你看哦，娇艳欲滴，真的，对，这样子就真的，它皮它是脆，但是我们要快的话盖上去，那盖上去快的话，可是它的皮就会软，所以是你要自己去抉择，对，你要就是让它这样子煎，然后或者等一下再可以烤一下，就可以让它保持皮是脆的。那如果没有盖锅盖，它就可以煎到脆而焦香。對對對，那盖锅盖就是熟成的快，熟成快，而且肉会比较嫩。嗯，因为它是一个蒸烤的一个概念。哦、对对 对, 對，可它就会把那个水分都留在肉里面。嗯、但是如果你是一直煎煎底的话，底的肉就会老掉，因为底没有皮的保护。对对 对, 對，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用快的比较快速的做法。我们盖锅盖，那观众朋友可以自己斟酌。不过这个鸡腿排它的腿油真的是蛮多的。对，刚刚没有额外的放油，可是一逼出来哦，那个鸡油都逼出来了。好，小刚接着下来还要调一个墨西哥的典型的传统的沙沙酱。对，这沙沙酱很简单哦，这个是，番茄切丁。对，用番茄把它切丁。墨西哥人，我觉得他们也很热爱番茄。他们超爱吃番茄。你看，意大利人也爱番茄，台湾人也爱番茄，番茄牛肉面，对不对？对，番茄炒蛋。对，那我们刚。可能有些人会说橄榄油也可以用来这边，那是比较可能欧式一点的，比较健康的吃法。那比较传统的，他们会用这种番茄酱。好，番茄酱。对，调一点点的番茄丁。然后这是辣椒。辣椒。对，哇。然后，一点点蒜头，只要一点点哦。其实蒜头在沙拉酱比重是不多的。好。提一点味道。洋葱也是，洋葱也不会太多。主要就是吃番茄。把它切末。对对。然后这边来切一点这个香菜。香菜。好，一样让它口感一致哦，一样把它香菜稍微切小、切细一点。对，好。那墨西哥沙沙酱其实也是一个相对健康的酱料，因为它用了非常多的这个蔬菜、水果跟番茄嘛。对。就很多时候我们的饮食里头，酱料的这一个营养成分哦，占这一个很大的要素。是。那它相对上是比较健康的。好，我们的香菜也一样切下去。好，我们给它一点盐。盐就可以自己斟酌了嘛，对不对？然后让它搅拌均匀嘛。盐、胡椒，还有 Tabasco。好，这个是典型的老美最爱的辣椒酱。对，我们这边加点辣椒水。那这个可以自己斟酌自己喜欢的辣度。那因为小刚刚刚有切这个辣椒丁下去，那辣椒也可以自己挑哦，自己喜欢的辣度的辣椒。对，这个沙茶做传统的话一定是辣，因为墨西哥他们真的是。他们就喜欢吃辣。对对。那柠檬也是非常重要的酱汁的灵魂，而且因为待会要配的是肉排嘛，柠檬在这里也会比较解油腻嘛。那这个也摄取得到新鲜的维生素 C。好，所以柠檬的这个量哦，小刚大概挤了半颗哦，自己可以斟酌。对，喜欢酸的可以多一点。哦，这个很香哎，柠檬一挤，那个柠檬油、柠檬香立刻冒出来。对啊。好，小刚，我们的腿排也煎好了，哇。你看这鸡油多多啊，腿排真的是好多油。好，我们把它移到砧板上来。好，我们现在要来切这块腿排。我深深的觉得没有用墨西哥鸡肉卷这个腿排也相当的好吃，可以上菜。是啊，对不对？非常香。我发现你热爱这种墨西哥香料，然后他们跟这种鸡腿排或者鸡肉排或者鸡翅都非常搭，都搭。那今天因为是这样子有点闷熟的，所以它的肉还比较软，比较 juicy。现在肉是非常嫩、非常好吃的状态。好，然后呢，我们这边，要把它放在旁边。好，然后来一个干净的砧板。好。我们准备这个干净的熟食的砧板哦，对，我们要来包这个墨西哥卷。对，然后这是墨西哥饼呢，分这个面粉的跟玉米的，这种是面粉的。面粉的。那这个饼皮就比润饼皮厚一点。对，好，那我们刚才这个酪梨酱。酪梨酱哦，我们可以当做我们墨西哥卷的其中一个酱料。对，好。然后小刚因为今天准备了很多高丽菜丝哦，所以搭配的是酪梨酱。然后就会让这个高丽菜丝吃起来比较不会都是这个菜的味道。对啊，你看这个酱汁比较有包覆，因为如果你只有沙沙的话，沙沙跟这个蔬菜属性其实很接近，那其实你这个生菜的生味都还会在。对，而且沙沙比较水，那个酪梨酱比较黏，它可以扒住食材。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好，这个腿排的这个鸡肉下去。对。哦，然后沙沙酱一样可以再下去，不过下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多水，就要稍微把水沥一下，捞一下这一个食材。但是这个沙沙酱待会还是可以配着卷再沾再吃嘛？配着卷，或是配我们等一下旁边一个小配菜，有那个玉米脆片。现在只是为了希望卷皮不要软烂，不要太多水分下去。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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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要卷的东西都尽量维持干爽。是。你知道这个寿司卷、润饼卷都是一样的逻辑。对。好。好，那我们就这个就很简单，这没有什么任何技术了，就把它包好包满就好了。好，那我们就来试吃哦。哇，我们小刚的墨西哥卷哦，简单又健康，这个一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头学得出来 ，copy 得出来，好吃哎，嗯，墨鱼酱很好吃哎，所以墨西哥酱哦相对健康很多。你会发现里面，它这个一个卷里面很多几乎都是新鲜食材，嗯，包括我们的番茄啊，或我们小刚虾的那个高丽菜丝，或者是整个酪梨酱，嗯，我觉得特别大家可以学习的是酪梨酱，嗯，因为我们现在本省产的酪梨也越来越多，对，可是我们通常都不知道怎么样使用酪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吃它才好，只会做酪梨牛奶，然后酪梨牛奶因为又加布丁，又加牛奶，又加糖，所以反而都只知道了甜跟油，真正这个森林里奶油差不多。可是你看他们，人家外国人做酪梨酱是加，比如说我加优格，然后我加的是柠檬汁，我加了一点点其他的蚝油，就是说它整个反而跟我们现在喝酪梨奶的方式差很多。所以用这种的方式，你会发现第一个脂肪酸是很协调的，因为它做了有不饱和脂肪酸，从 N9 到 N6 到 N3 都会有，就是369的不饱和脂肪酸都有，再加上它有动物的脂肪嘛，所以它连饱和脂肪都会有，所以脂肪酸是饱和的。然后蔬菜是够的，然后他选的最健康的鸡肉，就是说路上的来讲，所以整个来讲吃得到新鲜，也吃得到营养，然后又很好吃，墨西哥沙沙酱又很好吃，又很好吃，可是相对又不油腻，对，所以真的要学，真的墨西哥的饮食哦，其实哦，小刚今天也是挥洒得很成功哦，好，那最后周医师也要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我们今天介绍很多就是指尖上食物、手指食物，就像是这种，对不对？卷饼那比较。注意吃，我们每天都说我们跟郭师傅要拿着去赌博，事实上要不能太烫，其实不是的，因为只要是做成卷类，每一样东西要凉的才能包进去，以免食物里面热跟冷包在一起会产生腐败或酸败，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第二就是如果说有些人他比较喜欢吃肉，他忘记了有些蔬菜和水果，尽量包在里面的话，那是会有失健康的。我们可以把一些像香菜啦、葱啊，还有一些像大葱这些，甚至有些像苹果切片或梨子切片，也可以入菜入卷，也是不错的想法。好，谢谢周太医的这一个叮咛，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卷卷也都会po在我们的脸书，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那健康好生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哦，拜拜，谢谢。